你的手机吗？复习的。这个是要写成小数还是要写成？嗨，我是 Pola， 小田。嗨，我是茵茵。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呢，等一下有一个企划，就是布里。A 娜，那我们现在在大卖场逛街。等一下，我们一回到工作室以后，一进门就马上开始。好，他跟我们讲话，我们问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我觉得他会哭，我也觉得他会哭。我们看看你们三个人谁最先失败。外面卖小包五十公克，我们就八十克了。好好吃哦。我们决定在万安演习的期间呢，进行这个游戏，开始。万安演习的期间呢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庙里，要讲什么？万安演习的期间就是游戏时间了。熬夜了，这就是万安演习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哦。有刚刚差点就死掉了，我刚才差点就死掉，我差点回复他，他直接拿我手机。怎么样？等一下有没有什么策略？我不要跟他对导演。策略就是尽量的远离他，不要。没事，我只想笑。就是尽量不要跟他对导演，然后远离他，不然他就会找我们玩蔡玉国的动物。哎、欸，对他等一下说我们破坏集，我们来玩蔡玉国动物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怎么解招？如果他问我们话，然后我可以说甜甜，我要去上厕所，这样吗？就不要回答他。你只能对着甜甜讲。我只能对甜。对，那我再观察一下。哦吼耶！十吗？哇，很大只哎、欸！要修。你刚好是最好盯的那一个。刚刚有惊险吗？刚刚没有，还好亚米妈妈把它夹起来。因为防空演习，防空演习，对，二年级学分数，他已经写完了吗？还没。哇，这好像，应该蛮难的、哦。好久没看到这个，哎、欸，二年级学分数是不是还没？就是超前的，对不对？难怪他不很。这个是怎么样？这个是要写出整。还要写五加二十，变成约分数啊！哦，约对，加分乘除，那叫不用玩手机，把它翻成代分。这是他们的作业。我手机也会响。因为他用比较凉，做很尴尬。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想那个。我没看到。哎，你们知道那个吗？什么拍拿放那个吗？哎，那个我看是王心凌拍那个。就是大家都拍，就是拿杯子的。但是我拿杯子，对，就是随便拿什么东西。流行很久了。对啊。节奏游戏。嗯，对。真的。云君，你要一个人待在这边哦。对啊。哦。拍抖音，你手机有抖音吗？我手机没有抖音。好，那要用我的。我不能玩。好。应该要这样。云君，你帮他们按那个 play。我第二排还要
要带哦。没有什么啊。刚没有甜甜姐姐。啊，我都没有在里面喝。啊，你要再靠近我一点。没有，可是你前面有，前面其实是你的。这样子你 out 了。我有回弹吗？我还在自己自己吧。林君，你也是受不了了哈。对。太痒了，对不对？林君姐姐这边好多被叮了，你来帮她擦一下。你怎么拿到这个了？我刚在桌上拿到的，还好桌上有，是真的很饿哦，好可怕哦。花，你要擦药吗？我没有被叮。你怎么那么好，没有被叮？爸爸，好你好像真的是无线网络啊。两分钟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是无线网络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没网络。那你觉得莹莹姐姐像什么？不多了。莹莹姐姐像。对，怎么样？这时钟。芭比娃娃。那秒是什么？那秒是什么？是啊，波拉姐姐像什么？就是。波拉姐姐像不知道什么化妆品吧？嗯，不知道。六分钟，她会。那你觉得甜甜姐姐像什么？甜甜姐姐像小猫。是没事的，波拉好强哦！一个小时没有六十分，刚刚就来，结束了。哦，那么刚那个三十分钟不理林庭宇的影片，最爱你了！你有发现吗？你有发现你跟我们讲话，我们都没回你，你有发现我们都不回？如果姐姐一整天都不理你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不会啊。如果你们一整天都不能理林庭宇，你们会不会很难过？会，很难受。所以刚刚最主要是浅田第一个死掉，那个算死掉。他说什么啊？浅田他说不，那个林庭宇说没有，你们没有在里面。浅田马上就说，正常来讲你们应该听不到这句话才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莹莹的，莹莹是漂亮，莹就直接摆一个 pose， 这就是听到你，这才应该没有听到这句话才对。我应该把它当作是文字。波拉跟甜甜马上就没有做反应了。获胜者就是 Pola 啦，对不对？三十分钟完全把它当空气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一千个赞，我们去拍下一集，别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刀。那次货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